广东逛完又逛广西，拆完了半天啊，一觉睡醒，奶奶就说很想她的鸡了，一直吵着我要回来。现在已经回到半路了，我们在广西这里还有20分钟就能回到家了。本来我们是计划玩多一天的，然后今天晚上再回去的，奶奶都。我要回家，我不想在这吃饭了。这里是广西漏川的青湖镇，出来外面奶奶睡不好，吃不好，海鲜她不吃，牛肉羊肉她不吃，糯米她不吃，我都不知道她吃啥了。听说广西这里的鸭肉羊肉牛肉都便宜又好吃，所以经过这里的话就买一点回家。哇，鹅肉，这个扣肉量啊，搞了2斤鹅肉，很香的。这边什么都好，好山好水好物价，就是街上的路况不是很好。买了什么？我买了。好吃。你买了啥？我买了这个。你买什么？芒果。芒果。这个好吃。嗯。那还有山楂。这个好吃，虽然离我们那里才几公里，但是在我们那边都没有见过这样子吃芒果的。出发回家。哇，回来好勤快哦！回来，开了车回来还帮忙杀鱼。要表现表现才行哦。都没见过你杀鱼。等一下我就表现给你看，这些鱼都是我刮的鳞，肯定刮得干干净净的。吃到有鳞的就找我。必须找你啊，都是你刮的。肚子上好多鱼鳞，你知道我。这是红鱼，那怎么吃？煲汤，煲粥。煲粥。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懂。那你拿这把刀怎么能切？拿大刀。你不说就算了。听你那边的蒙超黑的，超高黑的。这得，这得，这得。辛苦了哟。这些鱼都是早上的时候去买的，好多、哦。新鲜、看起来没多少，一条条来洗呢，这很麻烦。洗半天。其实我不辛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来你家，我要好好表现。还有多少？没多少了。奶奶早就100个心想回来，让她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，免得回去又要做。你就放心在这里，等一下大家吃完饭了就送你回去。你的鸡我已经叫人去帮你喂了。嗯，哎，到了，这里又是我的家。你怎么有那么多家的？一个是镇上的家，一个是老家，就是老家里面建的房子，一个是在镇上建的房子啊。噔噔噔噔，开一下。什么来的？游戏机。哇，这个是谁的？我的。你什么时候有的？你猜。今天跟你回去打游戏。哇塞，我最喜欢玩这些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小时候的时候我都买了好几个，但是都被我弄坏了。以前那个是黑白电视机的。今晚跟你回去玩。嗯，快点把它抬到车上。快点快点。你牛呢？砍着就走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，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